这个面包很好吃呀。好，今天要看什么书呢？外太空，你想成为太空人吗？对，可是我妈妈说我们应该坐火箭。但是要怎么样才可以成为太空人呢？就是要吃很多面包吗？哈哈面包，就要把这个大面包全部吃光光吗？妈妈说了，不可以吃太多。然后等一下要吃面面的，然后那这个来看书吧，这个先收起来。这个大面包，拜拜，先放旁边睡觉哦。那你要跟我说。胆小鬼。这是胆小鬼啊。这个。这是去美国国，爸爸我长这样子高。那个对量身高啊。为什么量身高？因为太空人他要经过那个检验标准啊，身高体重都要符合标准才可以当太空人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